恩来你飞王家，动不动就爱上火的。大家都开心笑脸，心笑脸，一起来开心。大家都开心笑脸，一起来开心。心笑脸，心笑亮，会那活准时到。玲玲、啊，你幸福吗？我发现你没事老怎么给人改名就罢了，还给人改姓。我姓什么福？我姓于。你想啊，如果你走在街上，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候天是又下雨又打雷又闪电，你怎么办？那我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呗。旁边没有地方让你可躲，咋办？哎，如果要是这种情况，那我只有坦然面对了，然后等到老天爷打闪的时候，好好配合他一下，一二三，茄子。
穿这衣服真好看。说有一天啊，蜈蚣被蛇咬了，哎呦，为了防止那个毒液扩散，所以一定要采取截肢。这个蜈蚣怎么会这么倒霉呢？这蜈蚣是最廉政的，对不对？这一身正气，因为蜈蚣不受禄嘛。对，是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但是好人会有好报的。对，即使他把我的腿全都压掉的话，
弄掉的话，嗯，我也不怕。没有关系，你想，从今以后你就是一条蚯蚓了。在沈阳再次见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老朋友，觉得特别的亲切。是，对，今年春晚为了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节目，特别辛苦。不辛苦。那所以在这里呢，妹妹送你一个我最喜欢的糖果。好，对，然后我希望吃了之后生活比蜜甜。谢谢。来，娜姐，吃一下吧，打开看看，尝尝什么味道。小小的玩笑，那老朋友见面肯定是要这样比较熟络嘛。啥情况这是？我们这个糖是带电的。对。是娜姐，肯定是你本身也是电力十足，所以你们俩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反应。谁带来的这是？拖出去。对，拖出去。哎，刚才开了一个小玩笑。其实来到家乡了，很多粉丝你知道吗？通过网络找到我，就一定要你的签名。但是今天这个签名。Everybody， 听着，我是给我自己，是给我自己签的，大姐。对，你给我写一些新年的祝福吧，好不好？好吧，这个。娜姐开了两个玩笑，把我们娜姐吓得够呛，真的，哥你千万不要打我，这把不玩了，我们来真格的，来真格的了，来娜姐拿着这个，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喜欢你的朋友来拜个年，好不好？啊，这把是真的，你相信我好不好？谁带来的？导演带来的，这手还麻呢，不怕，娜姐，什么情况？这次是真的，相信妹妹。说啥？说点祝福的话呗。回到家了，好吧，来拿着这个。好吧，来拿着这个，祝福咱们老家的这个父老乡亲们。对，祝大家什么龙年吉祥。龙年，对对，应该好吧？龙年。是不是特别想那个把我怎么样？打死你！娜姐跟你开了一个小玩笑，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了，我们第一个是有电的嘛，对不对？对。第二个是火光的，所以这就我们祝福你新的一年活力四射，然后永远电力十足，好不好？谢谢娜姐，来抱一下，不怕，吓死我了，成功。女士们、先生们、父老乡亲们，还要自己做回音吗？没有啊，接下来隆重宣布个事儿，大家，洗耳恭听啊！是，2013年辽宁卫视的春晚呢，面向全国，可以说是全民总动员。那如果大家呢，要是对我们的春晚感兴趣，只要呢你有能力、有才华、有热情，然后呢又喜欢我们辽宁卫视的春晚，我们呢也欢迎所有社会各界有才华的朋友加入到我们当中。无论是我们的春晚呢，还有我们的春晚系列的节目，都欢迎您。没错。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具备秘密刚才说的这些条件的话，赶紧拿起电话啊，或者是按我们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对，跟我们进行报名，我们等着您。好嘞，一共七大这个报名方式，相信你已经记下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西夏林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好，那我们明天再见，不见不散，拜拜。